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我来晚了。啊，嗨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。今天过来找我干什么呀？我过两天呢想回国，然后想过来逛街，给我爸妈买点东西带回去。啊，原来是让我陪你买东西啊？不然呢？是让我帮你付钱。嗯，我挺高兴的。没有没有，哇，你去机场买呗。你机场买的话，那个买完了之后直接免税。哎，因为我们家那个地方机票呢，要不就太早，要不就太晚，然后就买了比较晚的，然后就想先逛一下，看看。哎，我都知道啊，我知道这个地方有一个店，你在这边买了之后啊，你可以去机场里面去取。哦，就是我在这边先挑，先去逛，先挑，然后去的话就直接去取了。我带你去看去。啊，好。今天就带你来这儿。走吧。走。我跟你说的就是这个地方。哇哦，挺大的呀。哎，这挺多卖化妆品的呀。啊，你们女孩都愿意看这些？那肯定啊。啊，还有资生堂的，我想帮我妈看一下。有钱哦，还会说中文，吓了我一跳。那全程中文都可以吗？可以的，可以的。你需要帮忙吗？嗯，对，我想帮我妈看一下护肤品。好的，我们可以在这边啊。好，中文好厉害。就我妈脸上有一些红血丝，然后就是眼角还有点细纹，然后我想看一下就是适合她的护肤品。对，红血丝的话，你可以先用这种系列的，对，跟乳液，然后眼部的皱纹的话，可以用这种眼霜，眼霜效果挺不错的，可以用手试一下。啊，可以吗？可以的。那麻烦你帮我试一下，我先试一下嘴。嗯，好的，好的。我妈有红血丝。我们男的吧，基本上这个整个都听不进去，只能听到什么红血丝啊，什么有色斑啊这些东西。我这个感觉还挺滋润的那种。对对对，这个很滋润，看这个还有抗皱的效果，所以就是眼部的皱纹。哦，哇，这感觉这个对就不一样了，效果很明显。哎，资生堂还有男士用品啊？对，有男士的。我一直不知道资生堂还有这种高端的男士用品，像我这种比较高端的人，是不是应该用比较高端的产品？啊，我九的，对。水分量是39，现在可能比较会干一点。对对对 对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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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比较会干。而且你的皮肤年龄是27岁，还可以吗？还因为差不多。但是我确实觉得最近挺干燥的呀。嗯嗯，对对对。空调开的比较大。哦，对对，确实是。那我可以试一下你们那个产品吗？对，再稍等一下。啊，好。确实这几个感觉还都挺好的。是吗？嗯，对。啊，那这个是一套的对吧？对，是的。那我就要这一套了哈。你们在前台登记过吗？啊，还没有。还没有。我们是机场订货可以吗？直接是带不走。啊嗯，好的好的好的。那你麻烦先去那个 reception 拿个护照跟航班号，然后来办一个订货单，我们回来给你结账。哎，他说要登记一个那个表才可以去付款，你跟我一块儿去呗。我帮你找你。他刚才说什么？他说要登记一个。你好，有会说中文？不是中文，你在讲。啊，行，我刚才在那边想买那个化妆品，然后他说要先登记一张表才可以。请问您是从东京的成田机场和羽田机场出发？啊，对，我是从成田出发的。因为这边只有这两个机场可以集货，是没有问题。啊，对。在这边登记呢，需要出示您的护照和您的离境航班信息。啊，好的。离境的航班信息可以。啊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好，你看一下吧。这边麻烦请一下您名字的拼音、手机号码、离境日期还有航班号。啊，好的。这样呢，您就可以拿着这个夹去付货物，然后取货的时候需要这个夹，千万不要忘记。啊，好好好。可以买东西了。好，谢谢。谢谢各位观众，谢谢。谢谢。我爸超级爱喝酒，然后他特别命令我，
要给他带酒回去。真的，我其实不是很懂酒啊。我告诉你，他们这边让你试一试啊。真的吗？你可以试着喝点。我，如果你爸喜欢威士忌的话呢，就是那大家这个牌子肯定没问题，也有可能喝，也有可能不喝呢。但是摆在家里面的时候，我姑娘给我买的，多有面子，你就买这种，很日本的。这个真的非常有名，哇，头发来这样子很有特色。然后还有就是说，如果你爸这样的洋酒如果喝不惯的话，啊，这种买那个梅子，对，对，金箔。我的天哪，这里面。啊。啊。嗨，お願いします。试饮。哦，真的金箔。ほほほほほ。これ試飲できる。はい、お願いします。对啊，你给你爸也好，给你妈也好，我觉得他们俩都能开心。买这个吧，都显得多好多带劲，挺好的，我也觉得回去送老爷子。拿出去挺有面子。嗯 OK， 这样口袋口袋赛。哎，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哎，这不是闷烧杯啊，不是闷烧杯。闷烧杯不是闷烧杯，闷烧杯。好的好的，这好大呀。嗯，这感觉比一般的。我看这个上面说可以在这个里面去煮米饭。真的假的？厉害啊。他的意思是说啊，你把那个米和水放在这个里面，在微波炉里面加热，加热完了之后直接放到桶里面，这个桶里面就用这个保温嘛，用这个热余热就一直把这个米就焖熟了。他们这还有这些东西，铁壶，南部铁器，你知道吗？其实挺出名的，听说过。高频震动，你们女人都知道这个吗？那肯定知道。这是导入的。我跟你讲，我家还有这个。你用啊？我操！你看我长成这个样还用？你可以用用。你看，它这个专门是那个给中国用的。哦，对啊。那个电压220伏的。这个还挺好的，不然有的不知道买回去直接插上去。插上之后还得那什么，还得买个变压器，还有手表。表。这些因为有人会经常问我要，说哎，你帮我看看要用多少多少钱的价格。走吧，买完了不用提啊。在这边买了之后呢，直接去机场取就可以了，体验一次购物了之后不用骑那些。但是你可别神经打头，然后到了机场之后忘了取。哎，不可能的，你别这样咒我好吧。OK， 走。我这个节目啊，也播出挺长时间了，每次节目里面都有点那个福利啊。どうも。どれがいいかなと思って3つぐらい買って、で番組の視聴者にプレゼントしちゃおうかなと思って。送给我们的中国的观众的话，还是送点日本制的比较好。那肯定啊，这肯定女生比较喜欢啦，还特别有日本的感觉。我跟你讲，我们的粉丝啊是这样，我们的粉丝男女比例一半一半，所以说都买一点那个就是中性的东西。哦，就是不是说特别偏女性化或者偏男性化的。哎，对对对对，可能这个往上比较，这个怎么样？这个就比较中性吧，偏男性化，偏女性化。一个5900呢，是吧？各位嗨边日本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又到我们本期发福利的时候了。各位转发并艾特好友的朋友，可以从里面抽奖三个保温杯，我们从日本直邮给大家。记得要转发哦，不要错过这个好机会。你们笑这么尴尬。OK， 就这样了，感谢，拜拜。